小奥给你们唱个歌吧。好，我不中啊，我比二妮差远了。谦虚啥？唱一个呗。好吧，你唱，俺们凑合听也行。那行吧，我给大家唱个《编花篮》吧。好。编花篮，编个花篮上南山，南山有个红牡丹。哎，看你们俩。怎么样了？听着不对劲儿啊！你赶快去侦查一下。去呀、啊！这不是拍电影吗？咋弄成这样？大妮儿啊，你得好好说，二妮儿啊，这不是故意出咱的丑了吗？我的床单呢？你胸罩那么大，肯定让他们拿吊床使了。下去，他准备拿人打人呢！你是流氓是吧？你干嘛？你还打着我拍戏的？干嘛？你拍戏的，蹲好了，蹲好，双手抱头，抱头，腰杆挺直，挺直了，腰杆挺直了，挺直了。刘小友，你整这人怪有一套啊！哎呀，我刚进号里第一天学的就是这个。哎呀，还有脸说？蹲好了，看什么看？低头。拍戏嘛，这生活拍你们光荣得很吧？你们还打我，你们拍什么呢？拍戏吧，孙若宝的乱七八糟是吗？啊，脱衣服，这是抓起来，这是技术，这是手法。把我们想成啥了？把房间弄成这么乱，砸出人呢？什么叫抓抢拍呀？你这是打砸抢？就是，没有，把我胸罩拿出来。我拿你胸罩干什么？还不承认？不承认？装的？还是耍流氓？是不是？不是耍流氓。蹲好了。打人是不是？流氓就是打人。蹲好了。低头，腰挺直。挺直。二妮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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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咋回事？二妮，他们打我，你救救我！谁打你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人家是剧组的蒋助理。剧组呢？二妮，来，你来看看。看看他拍的啥？拍我们脱衣服，这是什么组啊？流氓组，就是流氓。谁流氓了？没有流氓。什么流氓啊？这话说的太严重了，人家是即时拍摄，人家说了，这是原生态，这才真实。即时拍摄，你孩子也真实。傻了你，蔡文露，把胸罩还给我。少说两句。哎，你还拍？还拍呢？哎，潘经纪。蓝乡长应该都跟您说要配合我们了吧？啊，说了。只不过没说要配合你们偷拍吧。
误会，纯粹是误会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把我们这些摘花的女人不当人。我不管你是哪个组的，你的拍摄没有经过我们允许，把你拍的东西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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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删了，现在删了，删了。这多浪费呀！我看着你删掉他。删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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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删了。来，拿着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这意思啊，你懂的。都给你。好，等着啊。配合没问题，不过我们可不能白配合。那是的，你得给我们签合同，所以呀，你给我再多的钱也没用，你要照着合同给我们付钱才行，听明白了吗？好，关于合同的事儿呢，大妞，你说说。说说。我呀，也就想了几条。这第一嘛，他们要拍摄，那得经过咱们同意。对对是。这第二嘛，他们要拍啥，得事先通知咱们。是。对对对对，这最起码的。对。第三，咱们不同意的，他们不能拍。对，坚决不拍，这就难走。对。啊，那至于其他的，大家也都想想。都想想，还有工钱。蓝乡长说了，他们拍咱不能白拍，得给钱，不能白拍。对对对，是。那多少钱合适？我在网上都查了，咱们就算是群众演员，这一天最少也得200块。对，200合适。我看行啊，中，就200块。要我说啊，还是定个合同。咱有了合同啊，哎，他们就不敢胡来了。就是，对对，有了合同也就有了依据，他们呀，别想糊弄咱。来，赶紧走。咱，你们闯完祸，丢下我就跑。安妮，咱不能都走啊，是吧？现在呀，这些老娘们长心眼了，懂合同了，所以啊，你得继续潜伏到这儿。有什么事啊，赶快给我说一下，好吗？啊，那都闹成这了，我还咋有脸在这待？哎，对了，你问一下蓝文明，他那事儿啊，还让不让我摆平了？这事也别慌，这当初没考虑那么多。这事我有责任，就是没按照您的吩咐做。自以为是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竟敢擅闯女工宿舍，不懂的人怎么能拍好人呢？太业余，太不地道了。宋导，您批评的对，真是这个一针见血，入木三分，入木三分呢。哎，宋导，怎么会就你一个人过来了？金牌编剧呢？他有事儿，没时间。金牌不来，那咱下一步怎么办呢？等呗。等？这得要等多久啊？是吧？一天不来等一天，一年不来等一年，十年不来等十年，十年磨一剑，这才能拍出好东西来。像你这急功近利，拍出来也都是垃圾。你咋不说话？说我傻，我看你呀、啊、比我还傻。安妮，你今天呀必须把事情给我说清楚，你要是不说清楚，今天这花呀我不摘了。我
说啥？说啥？说你上次买官的事情都没有说清楚，你咋又和那姓赵的混在一起？你到底想干啥你？我跟你说不明白，说明白了也没用。你是能把钱要回来，还是能把事儿摆平？那钱要不回来，咱不要了，咱呢就当交个学费，买个教训不就完了？你咋说的这简单？那钱要不回来，蓝文明的把柄就一直攥在他们手里。这要事儿捅出去，不仅毁了蓝文明，也毁了我呀。他攥个把柄干啥呀？拍电影呗。拍电影？哎，不是，那攥把柄跟拍电影又有啥关系啊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。哎，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，以后你别掺和。不行，这事儿啊今天必须说清楚，不说清楚不中。我不傻，我能听得懂，说吧。哎呀，说白了，他们就想让蓝文明摆平你们这些难缠的老娘们儿。谁老娘们儿？既想让你们配合拍摄，又不给你们钱，就这点事儿，听明白了吗？咦，这么大的老板，你说就这点钱都拿不出来，他不是耍赖吗？他，你知道个啥？越有钱的人越抠，那穷的才大方呢。就像你，穷大方。也是啊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这从这摘花的女人身上扣钱，她还有没有良心了？这人，良心？良心值几个钱？那这事儿咋办呢？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好在大家的警惕性很高，抓住了那个偷拍的人，没有造成很大的危害，也没有给咱丢人。这帮人还能干出来这种事儿？是啊，谁想到呢？我跟大伙都说了，今后没有蓝乡长的指示，没有俺们的允许，谁也不准在这瞎拍我们。对，金姐，你做得很对。我咋觉得那个姓赵的经理人有点不太地道呢？咋？你说说，你看，他不说跟我们签约的事儿，他还拿钱给我，让我把这事儿摆平了，他这是要贿赂我呀？还有这事儿？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有答应，我没拿他一分钱。好，锦锦，你做得很好。我已经交代刘全友了，让他负责好咱们大院的保安工作，往下该咋弄就听你一句话了，你说配合咱就配合，你说不干我们坚决不干。你为什么不给人签合同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？这个片子的女一号，就是这些采棉花的女人。你要想顺利的拍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得按规矩办。太业余了你。我的话你听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懂了你还站这儿？哎，好嘞。喂。我为我的这个这次荒唐的时间感到愧疚啊，这个也请蓝乡长啊代我向这些摘棉花的女工啊表达一下我的歉意啊。哎，您放心，下不为例，只要按照正规的操作方式来进行，各自履行好各自的职责，这件事儿就没问题。喂，妈，
哎，大妮儿，哎呀，我昨天就说给你打电话呢，你跟二妮儿在那咋样啊？没出啥事儿吧？妈，我和二妮儿都好着呢。你放心吧，啥事儿都没有。哦，哎呀，你们吃的好不好啊？累不累呀？要是实在扛不住，就歇半天，别把钱太当回事儿了啊。妈，你就别再操心了，我跟二妮儿啊都习惯了，不累。哎，我说妈，那老是想着说出事儿出事儿，你都不能往好处想想啊？放心吧，没事儿。哎呀，那就好。不是，这两天呀，妈这右眼皮一直跳，我这心里直嘀咕。没事儿就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跟二妮儿说啊，妈心里一直惦记着她呢，让她抽空给我打个电话。我听个声都中啊！哎，好。啊，喂，妈，二妮儿啊，这会儿去上厕所了，估计。等她回来呀，我让她给你打个电话。对了，妈，你跟我爸呀，在家要好好的啊。要是缺啥东西，直接上我的超市拿都行，好吧？好，中中中，那我挂了啊。我咋觉着不对劲儿啊？小样儿的，连个电话都不敢接啊？你姐我还是行吧，我够意思的啊啊啊！谢谢姐。那咋会那么好了？我在那儿的时候也没这么好。那你让盼着俩闺女在那儿出点啥事儿？说您年轻的时候还是个民兵，跟你说吧，我不光是个女民兵啊，我还是民兵队长呢。哎，铁大娘，那您那会儿都干些啥呀？总不会抓特务吧？你还别说啊，还真抓过特务。咱那地方那么穷，咋会有特务呢？你还别不信，嘿。那你说说吧。那就说说。师傅，你慢点儿，这种路我也没办法。有一天呢，就是那天刚擦黑儿，我带着两个女民兵啊，就到那个黄河滩的那个坝子上去巡逻去。那个时候，那黄河滩上长的楼也挺高的呀。哎，我就听见里边呀有声音，我们呢就慢慢的过去。扒开芦苇一看，里头一个男人，他戴着个耳机，在那里，哎呀，也不着调，也不是这哼唧哼唧哼唧还啥。哎，我们有一个人就说，嗯，他肯定是个特务。我问他为啥呀？他你没看吗？他耳朵上戴着耳机啊，他那是在发电报呢。我一听啊，我这个气血就上来了，我端起我那个木头枪，我就冲了过去，对着他说。交枪不杀，后来呢？后来那人肯定举起了双手。那个人呐，他先是一愣，一看我们呀，他笑了。这特务咋还笑呢？我看了看他呀，我也笑了。我们认识啊。有一次呢，我去黄河那边赶集。他在街上卖葱，我买的他的葱，俺们就认识了。他呢，耳朵上戴那个耳机啊，他连着一个收音机，那里边唱的是河南豫剧，他那跟着哼哼呢。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哎呀，这一来二去的嘛，俺俩就好上了。哟，那再后来呢？还再后来啊？再后来啊？
他就搬到我那儿，俺就成两口子了。大娘，原来铁大娘没抓到特务，倒给自己抓了个男人了。是啊，没想到铁大娘那会儿还够浪的呀。你说啥呢？谁没有年轻的那会儿啊？铁大娘，嗯，你看，真的特务来了。忙着呢，二妮呢？你找他干啥？啊，我找他是跟你们商量商量这个拍摄协议的事儿。你找我们商量拍摄协议的事儿，那你还找二妮干啥？潘经济，二妮不就是你们吗？是吧？那可不是，二妮是二妮，我们是我们，二妮跟你是一伙的，我们可跟你不一伙。那照您的意思，我该找谁啊？哟，这事儿我可说了不算，你得找大家。谁是大家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看着挺聪明的，怎么连话都听不明白啊？谁是大家？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看看。走了，咱干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铁大娘可是抓过特务，你再偷拍，给你抓耗子里去。行了，小心点哈。哎，赵佳琪，你注意点啊，最好别招着我们。范经姐。哎，文明。不摘棉花了啊！我正开着会呢，你有啥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啊？非得跑过来，咋了？文明啊，这我知道啊，你为这跑官的事儿啊作难。你说你要是跟组织说吧，你怕伤着二妮儿；你要不说吧，你对组织啊用心隐瞒。哎呀，我这呀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啥办法？你呀，就说这事儿是我干的，别笑啊！你就这样说，你说我呀，看着我这没过门的妹夫呀，当个乡长受罪，我呢，为了让他挪地方啊，我就花钱找人呢，给他跑路子。反正啊，我是一个乡下妇女，他们呀也不能把我怎么着，顶多呀说我傻。这反正啊，我傻呀是出了名的。你笑啥呀？哎呀，大妮儿姐，你这回可真是有点冒傻气了啊。行了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也谢谢你这番好意。哎呀，你这样想，你别说我没有花钱买官，我即便是有，你谁也救不了啊。最多你再搭进去一个清白的好人，啊！这件事儿的问题不在别人，都在我身上，啊！你要是跟着再往这浑水里跳，到时候我就更说不清了。再说啊，这件事情的真伪还有待调查，我已经联系了同学，正在了解赵佳琪这笔钱的去向。你放心吧，组织上一定会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件事情的，啊！即便是有啥事儿。我会担着，还是那句话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不做亏心事啊，就不怕那鬼敲门。哎呀，理是这个理呀，你可关键是……哎呀，行了，姐啊，正忙着呢，你先回去吧啊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没事啊，走吧走吧。
你是干啥的？我是拍电影的。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那个送饭的吧？是吧？哎，你那拿棍子干嘛呢？啊？我现在负责这儿保卫工作。不错，还有保卫了。什么？证件？这是女人宿舍，男人勿进。没有证件？没有吧？就算你有证件，你也得经过女人们的同意，你才能进去，你懂不？证件？经过女人们的同意？你怎么证明你不是骗子？不是你有病吧？谁是骗子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啊？什么素质啊？三个人，回去。我今天怎么遇到了你这样一个傻子？你说谁是骗子？谁是傻子？你要动手吗？我告诉你。我见过的骗子多了，我就没有见过你这种拿着艺术的幌子来行骗的人。今天你让我见识见识，来。兄弟，你这都是误会。谁是你兄弟？你少在这儿给我套近乎。我在少林寺学拳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机会展示。要不咱俩今天比试比试？喂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废什么话，走！好，我不走是吧？我走，我把车给你砸了。我走，行了吧？赵总，这是咋回事？快上车吧！安妮呀，我让你去摸那老娘们的底，摸得怎么样了啊？哎，你合同都没跟人家签，人家让随便摸吗？我把合同都带到棉花地了，他们不签不说吧，还诚心恶心我一顿。我不信，为啥不跟你签？我跟你说，那是因为蓝文明在背后使坏。我告诉你啊，蓝文胡说。我都知道，人家蓝文明净配合你工作了，就是你想糊弄大家，才把事儿闹到今天这步田地。不就是因为我没给他铲平跑官那事儿吗？啊，他就心里恨着我，他呀是在存心跟我过不去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既然向着蓝文明，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他帮忙？不想，你爱咋咋地。哎，你可是想好了啊？我想好了。我现在就去找蓝文明的上司，我去坦白，我说这事儿是我干的，跟蓝文明无关，钱是我找的，人也是我找的，蓝文明不知道。你就是个脑残。是，我就脑残了，我二级，你一级，停车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不用你管。这回我谁也不举报，我举报我自己。哎，对，老同学，你帮我查一下那个赵佳琪与上层的社会关系。赵佳琪忽悠了我女朋友，他还想坑害我，当然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得逞啊。
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给我坐。可以呀、啊，神了你！你怎么知道我想吃水果啊？真是雪中送炭啊！我不是雪中送炭的啊，我是兴师问罪来了。问罪？呵呵，我勤勤恳恳为党工作，何罪之有啊？有人已经把你告了。告了？哎，那赵佳琪在你面前告我的状，这我能想到。可你不知道，赵佳琪现在是不光想让我配合他拍电影，是想把我跟他捆绑在一起啊。他用什么捆绑？哎，他拿住了我的把柄。安妮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，托赵佳琪给我跑官。这个安妮怎么这么傻呀？不过我已经联系了同学，正在调查这件事情的真伪。到时候要实在不行，就只能向组织说清楚了。这事儿是安妮不对，可她是为了我，我不能把错都推给她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她拿了钱，未必马上就去办事儿。这个时候，你要站出来坦白，反倒弄巧成拙。我建议，你先按兵不动，等等再说。好。文明，我发现你和安妮之间的感情有了一些间隙，是不是？不是间隙，是裂痕。我觉得现在跟安妮很难沟通。也许我们不是一路人。那这样吧，待会儿啊，你叫上安妮，我请你们一起吃个饭，我们再一起聊聊，好不好？哎，二妮儿，二妮儿，你我正好路过，想找你说点事儿呢。没想到两位领导正商谈呢，那我走了。没，本来一直打算请大美女和文明一起吃个饭呢，没想到今天碰上了，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哈。今天给我这个机会。这里是哈密最具西域风情的购物广场了。今天师姐请客，请你们吃一顿最地道的维吾尔菜。哎，为我们的事儿都够让你操心了，咋能让你请呢？你请我请还不都一样啊？好歹我也算是尽一下地主之谊嘛。行，那今天师姐请客，我买单。哎，二妮儿，你过来呀。过去。来来来，羊肉。二妮儿，你尝尝这个。你不是挺爱吃羊肉的吗？来来来，这汤还有一股西瓜味儿。你可不要像歌里面唱的那样，当你失去了最爱你的人的时候，才知道珍惜和伤心。二妮儿，嗨，反正都说到这儿了，我也就直言不讳了。二妮儿，我还是要说说你跑官的这个事儿。这个事儿啊，你想放蓝文明的心虽然是好的，但是你这个做法是非常错误的，而且性质非常恶劣。对。这个做官呀，和摘棉花都是一个道理，都需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。你总想走捷径，这个是行不通的。蓝文明是个多正派的人啊，他一旦要跟跑官、买官扯上关系，那工作就丢了，
是啊，那整不好就是一撸到底，以后你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了。你听听，师姐说的对吧？我说你，你老不爱听。你今天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傻，听不懂。你才不傻呢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吵了。他是吃了赵佳琪的迷魂药了，我跟你说。谁吃了谁的迷魂药还说不定呢。你这话啥意思啊？不接我电话，我不信我抓不到你。干什么呢？我找人了。哎，你的电影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能怎么样？电影还没拍呢，就捅了一堆娄子。安妮，你想知道赵佳琪他拍电影的动机吗？我不想知道，我不是拍电影的，我就是摘棉花的，拍动机。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请我这顿饭动机是什么。哎，你说这是什么话？那师姐不是为了咱俩好吗？能有啥动机？哎，别吵了别吵了。咱俩？谁俩？你俩吧？是吃饭的吗？三堂会审啊，就差惊堂木了是吗？你们是白富美高富帅，我是穷屌丝恕不奉陪。哎，二妮，你去哪儿啊？二妮，你去哪儿啊？二妮，喂，什么？二妮儿，你这会儿在哪儿呢？我在哪儿用你管？你要是回去啊，我送你。你告诉我，你现在到底走到哪儿了？天马上黑了，你一个人在外面走路不安全呀。你少装腔作势了，我不用你可怜我。蓝文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。别，二妮儿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和你永远站不到一个台阶上，因为你的台阶上站着的是你和你的师姐。也许你们觉得我虚荣，我愚蠢，但最起码我识趣。我现在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我自行承担对你造成的后果。自此我们两不相欠，就这样吧。喂，安妮啊，哎，什么？好好好好。马上到，马上到啊！你这人呐，就是猪脑子。我早都给你说过，人家呀，就是把你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你别提他了。
我俩分手了。你这分手啊，也不知道说了多少回了。意思是真的。我也不知道你是真的假的，反正啊，我赵佳琪是分手了。你跟谁啊？光头大咖。啊？那家伙说是为了艺术创作十年磨一剑。你是说我扔出去那些钱再也赚不回来了？你那钱有多少啊？啊，损失最大的是我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人家让我双倍赔偿呢。那咋办呀？要不再找宋桃去说说，我去找他。不用。不过，趁着这家伙还在，我有一招翻盘计划。